已经在观众视野中消失了很多年的歌手田震回归了。当他如今唱起那些曾经惊艳过时光的经典歌曲，开口勾起了无数听众的回忆，不得不感慨实在太惊艳了。拥抱着你多年后再度唱起执着，田震的声音依然充满力量，那份铿锵的歌声中更多了一丝岁月的沧桑。抱着你 Oh my baby，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，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否爱你让我伤嗓音独特，有大量脍炙人口的代表作，一首《铿锵玫瑰》也是极其的经典，歌曲唱进了无数听众的脑海。日日晒风吹，再苦再累，无惧无畏，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，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泪，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。时隔多年，当他重回乐坛与毛阿敏同唱一首歌，开口简直是王炸，不俗的音色太惊艳了，让人感动不已。你的家在哪里？我会带着带着回去。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你的心灵。哦，不要不要悲伤，哦，不要不要哭泣，哈，在这夜里，妈妈还在还在等你。哦，不要不要悲伤。一首玩儿个痛快是不可多得的经典，他的音乐风格鲜明，极男性化的嗓音加上一点慢摇滚味，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经典。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相信不少人都听过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田震、毛阿敏的合唱开口惊艳不已，属于中国北方女中豪杰的气质，舞台风格豪气十足。音乐上除了唱出成熟的女人心绪，还在野性不羁中带着忧伤。光照亮了我，你的大眼睛。明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刻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我虽然欢喜，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你喜欢他演唱的哪首歌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明天再见。